最近网上关于肖战的好消息真是层出不穷，特别是他作为优秀演员的身份一次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毫无疑问，肖战已经连续两届入围飞天奖，分别是《王牌部队》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这两部作品都是经典之作，值得大家点赞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，魅力四射，演技出众，还是个正能量偶像，真是让人无可挑剔。据说肖战作为优秀演员的身份又一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根本不需要争论或质疑。作为实力派演员，肖战连续两届入围飞天奖，之前是《王牌部队》，现在是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。大家都知道这个评选活动非常权威，能够入围的演员都是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，肖战做到了，创造了这样的佳话，接连入围飞天奖，真是魅力无限的正能量。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，大家都在为肖战送上祝福，作为小飞侠的他真是太幸福了，随时都能看到他的好消息，无论是影视剧还是代言活动，捷报频传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更重要的是，肖战专注于拍戏，身上没有黑点，绝对是个值得信赖的优质正能量偶像。总之，恭喜肖战，也感谢观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他的支持。还是那句话，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支持他一定不会失望。希望肖战继续努力，勇往直前，奔向美好的未来。肖战魅力无限，值得大家信赖。